一月的歌城，天公作美，阳光明媚，温暖如春，大红灯笼高高挂，喜庆的锣鼓敲起来，热闹的气氛扑面而来，来宾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节。本届中国节邀请了哥伦布地区各个学区的教育局局长、大学校长、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五位现任和前任会长，以及歌城工商医各界主要赞助商，大家一起畅谈参观中国节的感想。Rhonda, and these are my dance moms. We're here from Dublin Dance. It's our first time at the Asian Festival. We just saw the shows and the dancing was beautiful, and now we're ready to eat. We haven't had the food yet, but I just tried bubble te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s delicious. So, yeah, first time. I love it. And so we'll let you know later about the food, but it smells delicious. Thank you. Thank you. Anybody else?No, we love the dancing. It was beautiful and really nice to see so many people coming out here. This is our first time. Love it. My name's Officer Joe Graham. I've worked the Chinese New Year here at Westfield Central several years. Enjoy the community event, the food, the ping pong, badminton, all the children's events in the back wing.Just a great community event. We appreciate you guys coming. 我每次来参加这个渥哈瓦州中文学校的表演节目，都有一番感受。在这里好像有时候就是回到了家一样，感到有一种叔叔的亲情。今年中国节好像特别特别成功，每年都越来越红火。我们大家很高兴给孩子们有一个过大年的感觉。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谢涵顺。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方小飞。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倪佳雷。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王宇涵。过年好，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素雅茶室里正在进行的是茶艺表演。今天我们借着江南风的这个主题呢，我们将要会泡一瓶绿茶，一瓶白茶，还有一瓶红茶，让大家看看不同的茶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状，各种精美茶具也独具特色。紫砂壶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青花瓷茶具小巧玲珑，朴实淡雅；墨绿色的冰裂茶具力感层叠，独具魅力。那么不同的茶呢，我们要配不同的茶食、茶点和水果，蛋糕、松糕、绿豆糕等等等等，都是那么精美，为清茶增色不少。就是能为了把这个办好，大家都非常非常辛苦，我特别感恩他们。那么认字比赛呢，现在越搞越好，我们参加的人数呢现在是90多名，今天来了90多名啊，大家呢都很踊跃哈，从小小孩一直到高中的学生，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这是一等奖朱立康。认字比赛是在俄亥俄州现代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学生们积极参与的传统活动，让他呢又有趣，同时呢又能学到东西，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呢就能够学到很多这个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这个很多这个知识。今年的中国节少不了体育爱好者们热切盼望的比赛，羽毛球和乒乓球比赛关注度最高，聚集了来自俄亥俄州各大城市的强手，他们争夺象征荣耀的奖杯和奖牌，更通过比赛增进交流，加深友谊。Hi everyone, yeah, we have a great turnout today, and there's some good players coming from other cities like Cleveland. So, the open event starts at 4, and this morning we're starting with the junior events and the under 1200, and then we progressively go with the higher events after that. 这里正在展示中国书法，中国的书法艺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怪不得吸引了许多观众。有的人寻根究底，有的人挥毫试笔，还有朋友在拜师求艺。三场文艺演出，从节目内容到演员服装设计以及舞台背景，都尽情展现江南春的主题。第一场表演，
以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孩子们的汇报演出为主，活泼轻松，尽显在海外长大的孩子们对华文的热爱和坚持。第二场、第三场表演有哥伦布、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和雅典等各地中文学校联手演出，把本届中国节的主题推向高潮。节目形式一如既往的多样化，舞蹈、武术、合唱、器乐不一而足。整套文艺演出带领观众享受到梦里江南的气息，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再一次倾倒在灿烂的中华文化长廊中。那个刚刚我表演的是双人舞化蝶，这个双人舞呢主要是根据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片段改编的一段双人舞。那么这个舞蹈呢，我和我的学生呢，我们一共排练了三个工作日，那么我今天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演出，也很高兴能够参与中国节的演出，这是我今年第九届。我希望下一届明年第十年，我和我的学生再表演一个不同的舞蹈献给大家。我是孙艾娜，我在中文学校为中文学校服务已经20年了。今年呢，我们还有跟这个三个学校 Cincinnati 和这个 Cleveland 还有 Columbus 的中文学校呢，我们三个学校组织了一场大合唱，效果非常的好。我们非常感谢学校各位领导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 OCCS 的50班的同学们也要在这个舞台上一展中华舞的英姿。我们把我们学过的一些武术的基础动作、基础套路，根据音乐，创变而成，名字叫做中华武术风。尽量能够使每位学员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武术风采，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期待大家。第九届中国节的主题为江南春，为此倾情打造的视觉听觉盛宴突出了江南水乡风情和春天百花争艳的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游子意，最意是江南。来自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以江南春为题的旗袍秀让全场观众惊艳，婀娜多姿的表演配上梦里水乡的摇曳韵律，还有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让人犹如置身于烟雨朦胧、桃李缤纷的江南早春。我是来自辛辛那提的舞蹈老师杨冰，这一次是我们辛辛那提参加第八届中国文化节，我们这一次大概有将近250个，人到场。希望今天大会圆满成功，也希望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节日里面开开心心过大年。谢谢大家。